此前一直有传湖南卫视快乐家族的谢娜由于怀孕，所以缺席快乐大本营的主持。快乐大本营在七月下旬推出女神系列，有宋茜、赵丽颖、李晟、范冰冰等加入录制，其中宋茜更是代班主持人。宋茜的粉丝知道消息以后非常兴奋，纷纷期待没有谢娜的快乐大本营会是怎样，还希望宋茜长期代班取代谢娜的位置。而谢娜的粉丝则对宋茜表达不满，直言没有谢娜的快乐大本营不算快乐大本营，还在微博中展开了坐等谢娜看快本的话题。今天事件两位主角谢娜与宋茜在微博上热情互动，谢娜说谢谢大本营放我去年就说好的假，谢谢倩妞在发片前还来上我们女神季的节目，等 FX 带新专辑上大本营的时候我来请大家吃饭，还祝宋茜新剧专辑通通大卖。宋茜则说爱你，放假不容易，娜姐好好享受假期哦。除此之外，谢娜还发来一组疯狂跳跃的照片，似乎在用生命力争自己没有怀孕。娱乐99整理报道。